按钮总是都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就是这一颗。啊！你别放晒啦！家有一颗按钮总是都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就是这一颗。啊！你别放晒啦！讲坐一个，规个马桶拢起来，规个马桶会当变是安怎嘞？规个底座拢起来啊啦！敢袂受限嘛？我来甲阮姊啊借盆扫，结果我讲坐一个，规个马桶拢起来。隆起来，规个马桶会当变是安怎嘞？到底什么情形？个底座隆起来啊啦！慢哥，我觉得你我之前上个厕所而已，你可以给我放心打理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出去了。